钟楚曦是一位气场超强的女性，她的身上有多种气质，霸道潇洒，还有出众的身材。近日钟楚曦现身时穿刺绣背心裙配灰色拖鞋，潇洒随性，纤细身材惹人羡慕。牛仔蓝的背心裙设计精致大方，具有清新感，牛仔裙上带有刺绣图案，花朵图案让背心裙变得清新又文艺。钟楚曦胳膊上的肌肉线条特别清晰，加上高级的天鹅颈，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有气质。简约清新的牛仔裙被钟楚曦穿出了霸气感，背心裙宽松随性，展现出内在的潇洒与大气。牛仔裙的腰间位置是有一条细细的腰带的，但是钟楚曦却没有将带子系紧来凸显腰身，而是选择让带子垂下来。身材精致的钟楚曦这样穿显得很高级，很有气质。钟楚曦搭配了一双灰色的拖鞋，拖鞋的搭配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随意，反而展现出了性格上的潇洒与大气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